大家好，今天讲的题目是生命没有差别。大家有没有去逛过宠物店啊？那个说要要，因为家里有养了很多的宠物哈，猫咪啊，小鸟，所以呢，我对宠物店呢还蛮熟的哈。有一家宠物店啊，它里面有挂了一个牌子啊，这个有小狗要出售。那有一个小朋友呢，就到宠物店去，经过看到，哎呀，就觉得他看到里面的小狗跑来跑去啊，很可爱。然后呢，他就看中了其中的一只，然后就进去了，就问那个说：“老板，我要跟你们买小狗，你们的小狗呢是卖多少钱啊？”他说：“因为看是小朋友而已。”他说：“我们这边的小狗每一只是5000块钱起跳的哦。”这样，他说：“哦，好啊，那你可以让我看看小狗吗？”那老板就咻吹个口哨，哇，那小狗就从里面的跑出来很多。那前面跑了呢4-5只，后面只有剩下一只落队，落在最后面，也跑得比较慢嘛，因为什么？那只狗呢，有点小儿麻痹。那老板就说：“这只狗呢，这个是天生就这样子的，好，这样。”然后这个小朋友就跟他说：“哦，这样子，那我就要买这一只，这样子。”他说：“可是前面这些活蹦乱跳的，你应该选这个啊，你干嘛选那一只呢？而且如果你要的话，好，我这只我送你就好了，不用钱，因为他这只狗。”从小就这样子的一个小毛病，他是没有办法跟他们这些正常的狗呢一样活蹦乱跳啊，陪你去那边跑啊干嘛的，是没有办法的。所以呢，你要的话，我这次我送你好了。这样，那小朋友二话不说，从口袋里面掏出来300块。他说：“我现在只有300块，但是呢，我先付你300块，缺的钱呢，我每个月呢，我再慢慢还你好了。”好，那老板说：“真的不用啊，我送你就好了。”对，它是一只不健康的狗，它从小就已经是瘸了腿，它是没有办法健健康康的陪你的。这个时候呢，小朋友就把它的裤管撩起来，露出呢金属的支架。他跟老板讲：“我也是一个从小就没有办法正常走路的人，可是我虽然不能跑，可是我需要，就像这只小狗，它也不能跑，它需要的是什么？它需要的是一个理解它的人。”哇，那个老板觉得非常的惭愧啊，他觉得为什么这一只不能健康的跑的狗呢就不值钱啊？其实生命呢是没有差别的哈。我们常常我们健康的人都会觉得说，哎呀，对于其他的人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？其实很多的心啊，生命没有差别，可是呢，差别在于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自以为是的判断的心。我们认为这个人快乐，这个人痛苦，这个人是幸福的，这个人是悲惨的，这个人是健康的，这个人是一辈子就瘸了一条腿，他没有办法健康的过正常的人生活，这个都是我们自己自以为是的差别。其实生命呢是没有差别的，提供给你参考。